这里便是公子姐的住所，他们怎么在一块儿？九渊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么大的妖气，惹得人连觉都睡不好。既然来了，那我也该会会他。 殿下光临寒舍，所以何事？先前看到先生的话，实在惊为天人，想着一定要见上你一面，这不就迫不及待的来了？殿下，过誉了。哎，请啊。哎呀，想不到我这一介小小的散仙。 竟能得到天炎皇室的恭亲礼遇，怕是这远近闻名的上仙听了，也是羡艳的紧啊！<笑>不知先生家住何处？先生可有道场？嗨，哪来的什么道场啊？天下之大，哪里有盛世的欢闹？哎，哪里就有我。<笑>这一个人嘛，怎么惯了？ 那真可惜了，你就没想过去香取山吗？哎，去了，去了不就见不着殿下您了吗？哎，说来惭愧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与这什么仙山福地没什么缘。 平日里呢，也就做做画，也不会什么仙法，这自然也就不入什么上仙大神的法眼了，是吗？啊，本王今日叨扰，就是想同你交个朋友。可否请你满足本王小小的一个不情之请啊？啊，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妄。望先生摘下面具。 以真面相待，殿下，这是何缘故啊？因为先生像极了我的一位故人。殿下，我想看看是不是他。殿下，您看我这副面孔，可是您的那位故人呢？先生，你这胡子，啊，略施仙法，避人耳目。哈，风神俊朗，和我那位故人全然不同。哎，得罪了。哎，我和那位故人玩笑开惯了，他就喜欢如此这般开玩笑。 刚才我真把你当成他了，嗨，殿下，那您那位故人倒是有趣的紧呐。先生，您恕罪，这样，您就别住这破房子了，本王在高都给您安排一间宽敞别院，给您赔罪。嗯嗯，是，我明天就搬。哈哈哈哈哈。 花创大会，也为您准备个嘉宾上席吧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先生也是有趣的紧，<笑>记得要来啊。一定。